我是一个老师，我经常要跟孩子谈话，也要跟父母谈话，偶尔也会跟老师谈话。我常常看到孩子面临抉择的时候，最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要选择什么。他们在谈自己的时候，常常让我觉得那个自己好遥远，好像不是他们一个认识的人。然后我就在想，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才发现，我们的孩子在教养的过程当中不被允许成为他自己。所以我常常会问父母，问老师，你们愿意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吗？很多的老师或者很多的大人告诉我，可以啊，我当然允许孩子成为自己啊。因此我就会问大人，你允许孩子有自由的意志吗？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职业吗？他可以当医生，他也可以当工友。你允许孩子选择自己的性向吗？他可以当个异性恋，他也可以当个同性恋，他也可以当个跨性人，你允许吗？你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意见，他可以自由地表达吗？你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情绪，他可以认识自己的情绪吗？常常我看到一个大人在面对他的小孩，小孩在生气的时候，大人往往跟他说，你不要那么生气，你不要再生气了，甚至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如果再生气，爸爸就生气咯。哦，原来孩子可以不可以生气，爸爸可以生气。那一个孩子在这么小的教养的环境里面，他日渐长大，他成为一个大人。我们来想想看，一个从小他不被允许认识自己的情绪，不允许认识自己，承认自己拥有生气的人，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我往往看到一个大人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面红耳赤，讲话非常的大声，他甚至在跟别人争论着，我跟你说你不准给我这样做哦。旁边的人往往会在这个地方告诉他，哎，你不要那么生气，他还会回过头来跟你说，我没有生气。人家说啊，你这样讲话还没生气，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啦，是你这样说我才生气的。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现象，一个人怎么会不认识自己呢？当他生气了，他的头脑在运作着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他不认识自己一个生气的情绪，我猜他多半是从小的时候他就不被允许他能够承认他自己的情绪而来的。一个孩子如果很难过，我往往看到一个大人在这个地方安慰他，告诉他不要想那么多，没事了，你不要难过了。可是我往往会跟大人说，当我们这样说了以后，孩子就不难过了吗？尤其是男生，男生呢，他的身体里面背有该隐的封印，所以我们往往不能够让一个男生允许他流泪，告诉他要坚强。因此一个大人他如果有了难过，他还允许自己流眼泪吗？他可以承认他是伤心的吗？他真的认识他自己吗？一个孩子如果害怕，比如我要来 TED 演讲，我要跟我的老师说，老师我很害怕，我的老师他常常会跟我说，你不要害怕。他甚至跟我提意见，你把台下的人当西瓜。有些时候我们的老师还会给我建议，什么建议呢？他要增强我的信心，他告诉我，你要相信你自己，你一定可以的。可这句话他一说出来的时候，我就离自己更遥远了，我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害怕，那我怎么相信自己呢？一个小孩子从这么小长到大人，他跟他的情绪就失去了连结，他不认识自己。我们来看看小孩子可以允许他有意见吗？你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意见吗？我们的大人会说，可以啊，我们的孩子意见特别多，一讲到他的意见，他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跟你争辩个不停。或者有的大人会说，我们问小孩，小孩都说不知道啊，随便都好，常常都没有他的意见。我往往看这个现象，就会去检视一个孩子他是怎么成长成为一个青少年，成为一个大人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孩，他的妈妈问他，中午你想吃什么？孩子说不知道，随便。妈妈说不要不知道，你说了妈妈就带你去吃，什么都可以吃。这个女儿呢，一听妈妈这样说非常的开心，还跟她的妈妈核对，核对什么呢？妈妈什么都可以吗？妈妈说都可以，你说吧。这个女儿呢就开始拿着她的手对着她的嘴巴一直在这里沉吟着呻吟着，她仔细的在想。妈妈呢就跟这个女儿说，叫你自己想了你就想不到了，赶快，
这个女儿呢还在这里想个老半天。我后来都跟这个妈妈说，一个鸡呢如果被关到笼子里面关很久了，它放出来它就不太会走路了。一个孩子如果他常常被人家规定着要这样要那样，有一天你给了他自由，他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后来这个孩子终于有了一个答案，他跟妈妈说，妈妈我想到了。妈妈说，快说你要吃什么。孩子说了，妈妈我要吃盐酥鸡，吃中饭。孩子说要吃盐酥鸡，妈妈眉头皱起来了。妈妈开始跟女儿说，妹妹啊，你也知道哈，妈妈跟你说好多次了，盐酥鸡很油，不健康，换一个别的啦好不好。这个女儿呢也从善如流，马上跟她的妈妈说，哦好，就带着她的手又开始想了。想了非常久以后呢，这个女儿又想到了，妈妈我要吃布丁。她的妈妈火气来了，要死了，中午吃布丁，没有跟你讲过中午要吃正餐吗？我们的孩子真的允许他有意见吗？他要回答的意见是大人心里面的意见，还是他真正自己有意见？有些时候我看到爸爸跟他的儿子说话，问他说，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说啊，可是当孩子说了以后，爸爸的回应却让孩子觉得非常的沮丧。有些时候爸爸要孩子自己做选择，孩子有了选择，爸爸跟他说，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想清楚了吗？啊，如果那样子的话你会怎么办？我常常怀疑孩子应该相信的是爸爸的表情，还是相信他的语言。如果这个孩子他就没有去做了，爸爸还义正辞严的振振有词的说，我有答应你啊，是你自己不要去的啊，我本来就很开明啊。哦，这是开明吗？这是让一个孩子有意见吗？我听到的往往不是这样。还有一次我跑去一个学校演讲，当我讲完了以后，我们的老师呢在这个后面要去主持结尾，我往往看到来主持的主持人最后面都会问观众或者问学生一句话，李崇建老师刚刚演讲的好听吗？我往往会好奇，这句好听吗他可以让孩子自由地回答吗？我的孩子可以回答不好听吗？我曾经听过孩子有回应不好听，我们的老师怎么回答他呢？是吗？你有认真听吗？你真的有在仔细地听拿健老师怎么说吗？我们发现孩子的意见只要一说出来就在这个地方被打压。那么一个意见往往被打压的孩子，他不能够接触自己内在的孩子，他不能够成为他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大人，这样的小孩，他日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我往往发现小孩子他在心灵里面打从内在就不能够接纳自己。因此有一次有一个资优生的家长带着他的资优的孩子跑来见我，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不去学校读书了，妈妈怎么问孩子，孩子就是不说。妈妈说，阿健老师怎么办？这个孩子呢在我的现场，我问他，你要你的妈妈在这里还是你要你的妈妈离开？妈妈说，孩子说我要我的妈妈离开。其实妈妈那个地方哈，还演了一出小小的插曲。妈妈说，你说啊，你随便说，你要妈妈留下来妈妈就留下来，我的女儿哈跟我无话不谈的哈。结果她的女儿站在那个地方很困惑，我就问女儿说，妹妹啊，你自己做决定。这个妹妹她说，我要我的妈妈离开。我明显的目睹着妈妈受伤的表情。孩子真的可以说自己的意见吗？我问女儿了，怎么回事？女儿跟我说，因为她在学校没有好朋友，她的朋友跟她都不好了，她又不能跟妈妈说，因为她很难过。她说了以后，妈妈呢总是给她意见，总是骂她，总是不开心，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孩子跟我谈话谈到了最后，我就问这个孩子最后一个关键的问话，我问她，你都没有朋友了吗？这个女孩说，没有。她觉得学校的朋友都不理解她，因此我问她，孩子啊，你愿意跟自己当朋友吗？这个孩子听到我这么奇怪的问题，他困惑了一下，愣住了。我问他，你愿意吗？如果有一个某某某站在这里，你愿意跟他当好朋友吗？这个孩子愣了几秒以后突然摇头了，我不愿意。我说，怎么了？你怎么不愿意跟这个人当朋友呢？他说，因为我觉得他很糟糕，我觉得他很不 OK， 他不是个好孩子。有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好像是耶鲁大学的 James Comer 说，一个人如果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他才会有好的学习的能力。可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根源在哪里？跟自己的关系。我们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里面，让孩子跟他自己的关系变得很差劲，因为我们漠视了孩子内在真正的感觉，内在真正的想法，内在真正的需求。因此我常常会去检验我们的大人在家庭里面打开了他们的对话模式，他跟孩子是怎么对话的呢？我常常会问，你最常在家里面跟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问大人不准，问孩子最准。孩子往往会说，快点快点，功课做了没？早洗了没？赶快去睡觉，不要再打电动了，不要看电视了。这是我们跟孩子的对话的连结。如果从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很小的小孩，他开始在日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最观察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跟一个大人连结，他走到大人身边，他就会张着他的眼睛专注地跟大人讲话。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大人从来没有真正地跟一个孩子连结跟讲话，若不是在生活当中充满着命令语句、教导语句，要不然就是跟一个孩子连结的时候常常是敷衍他。比如说一个孩子说，爸爸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爸爸常常跟他说，走开，爸爸在忙，这是在指责他。或者我们敷衍他，好好乖哈，去旁边玩，敷衍他。我们并没有真心的跟一个孩子真正的连结。有些时候我们就跟孩子说道理了，爸爸跟你说过，青春易逝，韶光不在，爸爸呢在这个地方要好好把握时间，不要吵爸爸，这是跟他说道理。或者是我们转过头来不理他。我刚刚提的是萨提尔模式的四种应对的原则。当一个孩子日渐长大了，我们突然发现孩子都不太愿意听你说话。一个孩子呢在这个地方听不惯爸爸妈妈的命令语句，也听不惯爸爸妈妈在这个地方的说教。因此有一天有一个父母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孩子已经不跟他讲话，完全拒绝沟通。我问他，那你跟你的孩子平常谈的话都是什么呢？这个妈妈跟我说，他都跟他的女儿说道理。我说，你是学校的老师，学校最会说道理的是谁？他说，校长。我说，那你跟校长的关系好吗？他说，不好。你喜欢跟他说话吗？不喜欢。那你怎么把校长的角色拿到家里面跟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做对谈呢？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我们不仅让孩子不太认识他自己，父母亲在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学不会对话了。我们不会跟一个孩子对话，不会跟一个孩子谈话，我们跟孩子常常出现的东西只是一些命令、说教，用这些方法跟孩子做连结。因此我常常会邀请父母，如果可以的话，你的孩子还是很小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真正的蹲下你的身子，专注地看着你的孩子，跟他真正的来一段有品质的谈话。那这个谈话我们可以这样子检核，你如果要让他去认识自己、理解自己，那么别跟他说这么多的期待，别跟他说这么多的道理，而是真正的发展一种谈话。可是这个谈话困难。我举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我的小侄子，一个侄子呢才5岁，这么矮的身躯，他拿着一个小石头跑到我的身边跟我说，阿贝，我捡到一颗石头。我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去跟所有的大人考试，问他们，如果有个小孩子捡了一颗小石头，他在这个地方想跟你分享，你会怎么跟他做连结跟对话？我们不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想一下，你可以跟你的这个小小的孩子、5岁的孩子有5句的对话以上吗？你可以吗？我记得那次小孩子拿了这个石头给我，我就蹲下了我的身体，拿着他的石头在这个地方端详了大概20秒。为什么端详20秒呢？因为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小侄子好开心啊，站在我的旁边这样。你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认真的、专注的接受了他的邀请，参与了他给我提供的一个事件。当我参与了他的事件，那么我就是尊重了这个孩子，我就引导这个孩子去看待他自己，因此他显得特别的开心。我把我的对话摊在前面来做一些小小的示范，来看大人可以跟孩子有一些小小的连结吗？因此我问孩子，小轩啊，这石头你在哪里捡的？孩子说，我在门口捡的。我说，你怎么会看到这颗石头？他说，因为有一只蜥蜴跑过去。我说，你不怕蜥蜴啊？他说，我怕啊。我说，那你怎么还敢捡这颗石头啊？因为蜥蜴走掉啦。我说，哦，蜥蜴走啦，那你怎么会想要捡这颗石头呢？
他说因为很漂亮啊。我说告诉我阿伯哪里漂亮，他说这里红红的。我说我看到了。我说你以前有捡过石头吗？没有。这是你第一颗石头吗？嗯。那你要把这个石头放在哪里啊？我要放在桌上。我说你怎么不是放在架子上抽屉里，而是放在桌上呢？他说因为爸爸有一颗石头放在桌上。哦，大概十句以上的对话。小孩子从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是因为大人尊重他，大人不说道理不说教不去命令孩子，那么孩子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语言里面渐渐的去连接了自己的内在。因此我记得了一个比利时的莱特学院，他做了一个阅读的调查，这个阅读的调查里面他曾经提到，小孩子喜欢听爸爸说故事，甚至于妈妈，因为爸爸说故事比较活泼比较生动。可是爸爸有一个麻烦，爸爸比较不专心，爸爸讲故事的时候喜欢滑手机，喜欢在外面跟接电话，喜欢叫孩子说不要吵好好听。可是孩子喜欢的是跟你互动。因此莱特学院做的这个调查里面显示，如果一个大人能够很和谐地跟一个孩子阅读说故事，那么这个孩子一岁就能够发现他的情绪的能力比别人更好，他的记忆力比别人更好，他的稳定性更高。因此我把这个阅读带出来，我们不见得叫要跟孩子有一个文本才能够跟孩子做互动。孩子的任何的事情，他提的一个想法，他提的一个情绪，他提的一个他所遇到的困扰，我们都能够跟孩子真正的发展一种连结性的互动。那在这个连结性的互动里面，我们就能够引导孩子渐渐的去认识他自己，而不至于看到他自己他就有了排斥了。那么孩子们才学会了接纳，才学会了爱自己。当他跟自己有了美好的关系，我想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就会比较好一点了。今天谢谢大家，谢谢。